一次烦恼没生意，没顾客吗？一命二运三风水，你相信吗？做生意不顺利，做 sales close 不到 sales， 回到家还要面对家里的吵吵闹闹，孩子的不愉快，太太的不开心，意见多多，是不是觉得很烦很倒霉呢？每样东西都觉得有问题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因为你自己本身磁场吸引回来的呢？其实这一切都是自己的问题根源。如果今天你能够了解你自己问题的根源，改变自己，重新规划，然后可以掌控对方的底牌，掌控您的这个命运，如果你改变了，一切都变了。在这里我就要跟大家分享素食写与面向学，学会人格解码方程式。其实每个人出生就有属于自己的数字，这个数字就叫做生命数字。生命数字呢，有着一套很简单的计算方法，这一串的数字就是您的生命密码，您的性格、感情、财富、运程，甚至健康，通统都写在这个生命数字里。那么您想不想写这一套数字学与面向学来了解您自己本身呢？你想不想改变目前面对问题？两天课程只需要18块，线上课程可以无数次的重复上课，直到会为止。那么在这个课程你可以学到什么呢？你可以学到数字学与面向学的爆发力，一，让您3分钟了解您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还可以快速的了解您下半年凌晨，扭转命运。二，可以彻底了解您的顾客的痛点、性格，get到他们的需要，让您成交到手软。我们的这个课程是非常限时限量，想要了解可以点击一下也行。